水某呀、啊，今仔日是咱林家吼的大喜事呢，真正无应该安尼迫害啊！咱若安尼做无得较吼，这歹看是咱家己啊！安尼做，卖去泄着咱林家的面子啊！是泄着大房的面子，人笑的嘛是因，甲咱无关系啦。你哦，就是想好讲话，我唔才会跳出来替你话家。水某呀、啊！我知你真辛苦啊，啊你嘛为着我吼，走动真侪代志，也毋过欢喜毋是安尼欢喜啦。搁再讲啊，阮妈伊文员，迄是因顶一代代志啊。啊我甲哥，也搁珊珊咯，阮的感情才另啊好，根本就无需要咧搭来搭去啊。你若无想要破坏这个结婚，不要紧，歹人我做就好啊。水某。你莫感觉讲我无支持你啊！我知影你为着我真辛苦，嘛为着做真个代志，也毋过无希望你为着我做歹人，阁无希望你哦为着我变成一个个人怨，安尼对你来讲真正足无公平。为着你，为着咱个未来，毋管我用啥物款个手段，我嘛无可能予大鹏因遮尔得意啊！水某个，就算讲你要用手段，嘛得公平正大啊！你敢知影？今日代志哦，好佳哉是我发现的。卡孙若是叫大妈，还是阿妈发现哦，这效果敢承担袂起哈？好啦，我知影你安尼做的理由，也佮你的心情。我知影是你急啊，你想要赶紧有一个囡仔，对无？你知就好啦，大家要结婚啊。咱生囡仔，免爱生疏因。来啦，苏妹，我知影讲哦，生囡仔对你还佮林家来讲哦，非常的重要啊。啊，所以我唔只赶紧哦，想要公司哦，来结束起来。要无你看，之前哦，咱安尼遮尔大啦，佮即马咱拢无囡仔。啊，既然即马公司会收起来啊，咱无遐尔大压力啊，咱就通变轻松啊。所以生囡仔哦。我绝对会拼第一啦！看是要生一支棒球队，还是足球队哦？我绝对无问题。要生你家去生啊，我就不爱。你会笑我就放心啊啦！今仔日若是大过好日子啊，咱就应该欢欢喜喜啊，唔通郁卒啦，作为一切终身结束啊！做新娘真正是比我办婚的更加添几啊倍。哪有人做新娘，家己咧嫌家己的婚礼受忝的啊？你是不是咧讲我这个做老公的，我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够好？当然嘛，唔是。我顶多爱甲你说多声呢。今日夜出的时阵啊，你专工给我跟爸拜拜。那不是因为你这么大心哦，我跟我爸现在就没危险了。这原本就是我应该会做的，是说你也知道啦，我家原本就较复杂一点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这林家的大孙新妇，有可能遇到很多让你为难，让你感觉不爽快的事情。虽然说我没办法一直陪你身躯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但是我会站在你这边，做你的外靠。放心，你袂家己一个人孤军奋战。多谢你，老公。啊，替你做这么多，你能拿一句多谢你老公五个字来报答我？我无咧。哎，你。啊！是讲哪？我明仔载上班呢，若唔赶紧困，明仔载一定爬袂开。我先辛苦。哎，公司家己开的，免免上班。搁再讲啦，哪有人哦结婚过当天就来上班的，这么严格？后盖我的员工谁敢结婚啊？就算跟我明仔载免上班，我赶快袂当困上晚啊！那新娘嫁咧，头一天不是拢爱早早起床，啊，洗米煮饭，互大家大家食。卖得假很贵。啊，你现在厝内哦，洗米煮饭，啊，照因的负责就好啊。你只要尽好你的本分，陪我佚佗。佚佗？
当中只要不要一道，明仔我已经安排好一个小型蜜月旅行。蜜月旅行？你不是讲时间太赶，佮加上春节要到啊，蜜月旅行都要等后半年。你讲的是大型蜜月旅行，我讲的是小型蜜月旅行。我伫明仔小型蜜月旅行表示讲运气真好。你要查几多一道？明仔你就知啊啦。放下啦。放下，好，你坐按摩椅啊。哎、欸，这么想要真正做人太太风骨。哎、啊。哇，就是当喜酒尔，无忝死哦，嘛剩半条命。哎，水宝哎，我感觉你真厉害呢。哦，你比迄新娘哦，搁较骨力啦。迄酒不要碰的哦，四个迄敬酒呢。啊，而且像关大的，你脚拢袂酸哦。我嘛是为着你的，咱住伫美国遐尼久啊。大家拢把你这个林家李少爷放袂记，我若无趁这个机会紧亮相一下啊，人会当作咱真正是去啉喜酒尔。咱本来就是去啉大兄因的喜酒啊。你想讲这么简单，还又搁袂晓抓眉角，无怪阿妈对大兄这么偏心。敢袂？袂啊，我感觉阿妈嘛真疼我。伊若真正疼你。当初咱的婚礼就会办成今仔日安尼，场面这么大，所有政商名流嘛邀请来给咱祝贺。我真正是愈想愈唔甘愿，吴佳云这么普通，家世学历跟我拢未比的，想咱办到这么轻盈。讲真实的啦，大兄大嫂吼，因今仔世纪婚礼哦，真正办到足华丽的呢。那个参像哦，王子啊，公主同款啊！明仔载哦，这各大媒体版面哦，一定拢是赢啦。我唔爱听这个。好啦，水果诶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不安尼啦，等咱哦四周年哦诶结婚纪念日哦，我即来办一个 special 的 party 哦，来播版面，互因知影讲哦，我水果是比遐明星哦拢搁较亮眼。你莫在遐拍啦凉啊啦！咱住伫美国，天高皇帝远呢，无人会摕你甲大兄比啦。啊，不过即马住伫同一间厝内，就爱较顶真的啦。遐若无，你伫即间厝，真正是无存在感。哎呀，逐工伫遐刷存在感哦，我嘛感觉足忝的啊。啊，搁再讲啦，啊大兄伊本来就真有才情啊。伊常常学路，迄真正想个代志。咱就得要互大伯压落底啊！你阁有心情讲遮个？阮遮兄弟姊妹啊，根本就无咧分到一房啊！啊，而且啦，阮做细汉个时阵哦，最爱挤伫个同一个房间内面哦，最爱困。林志文，水某个啊，我讲真实个啦，阮这三兄妹啊哦，感情真好啊！你看，顶一届啦。大兄吼一口气第50000，甲咱斗三工安尼，所以阮这三兄妹仔吼感情真好，啊，我嘛希望你甲大嫂的感情吼会当参像姊妹仔同款啊。姊妹仔同款，伊敢配会起啊？啊，拄则大嫂甲你奉茶时阵，你敢是安尼讲的？那是场面话，你哦，莫假唔知。水果呀，就算讲拄则吼，你讲场面话吼，你嘛讲啊真水亏啊。伫遐听得出来，你讲是真心话啊！甲你讲袂成声啦，非得咱这边的理由，我会想办法啦。你哦，得好好配合，唔通无斗三工着，搁去我后脚。我袂叫你后脚，我会甲你抓着。安怎？这部电影几个都袂歹吼，云文云武，能静能动，袂顺到你种感觉。那感觉这么好，你敢定爱讲这种话来破坏气氛？你讲有道理，好，我点点。其实杜明月当来这嘛真好，袂输行咧行咧的，行一世人。真安静，真好。乖，真好运，才会当甲家己心爱的人行做伙。希望30年、40年以后，能够行会叮当，当定定来这散步。没问题啊，后盖就算你无多行，我用轮椅上来一下。
你们家在坐轮椅？我坐轮椅倒要紧，非得上轮椅的生意就好。咱拢会健健康康继续行落去。啊，来到嘉义后就无想要回去上班呢。无想要回去上班哦？那你得留在家上班啊。我还是明仔在家上班。我给这拜拜。你行紧的啦，搁伫遐慢慢仔行。水某诶，啊，这风景遮尔水，用唔偷偷欣赏啊？你今日今要创啥啦？你搁真正当作来耍？哎呀，这牧场哦，是饱爱大遐苹果，你着搭过苹果就好啊。你想遮尔紧张啦？咱袂当互大兄大嫂当作咱是戆人，逐项拢唔知。你赶紧赶走啊！徐伟呀，这本来就是你所生的，是咩来赶紧赶走啦？啊，忘记啦，赶紧赶走啦！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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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生气啦。各位，杨哥哥、杨姐姐们，歹势哦。啊，拄只阮某哦，讲那大声，叫你影响着啦。啊，阿哥哦，我们要为只经过啦，啊，麻烦你哦，让车路互阮行啦吼。哎，多谢你啦，歹势啊哈。行啦。我会惊啦。唔免紧张啦，我伫咧，吼。多谢你咯，哎，豆豆来就好啊，哈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你好没啦，别惊啦，别惊啦，哎，你们两个过来啦，哈。哎，行啦，行啦。慢摇。谢谢。我来刚唔知呀，想不到牧场阁有这么好的菜色呢。听讲人家的菜色也袂输咱本地。嗯。我来试看看。啊，等下，志文两个无来啊，来坐一下。嗯。哎，志文。导演，导师。导演，导师。阿姐。啊，你哪一家？爸叫你来啊。爸，你哪可能叫我来啦？是妈讲哦，爸叫大兄来苹果牧场，看会当投资无？啊！就叫我叔叔过来，甲大兄斗相共。安尼真好啊！我今日来是因为爸想要买这个牧场啦。啊，大龙一家人，连麦恁看有啥意见，我会直讲。坐下。坐下。来。来，徐哥。是讲爸安尼嘛唔对呢？早暗大兄才办完婚礼。今日就叫伊来冰宫，拢无予大兄休喘一下。迄是因为爸，伊看着大兄伊能力啊。你会感觉嘛真好诶，你嘛才转来，盈盈啊，爸拢把个代志交代予你，拢交代予大兄。唔知影人当作是你能力无好。爸老妹仔咧讲吼，谁在意啊？只要阮兄弟吼讲心爱就好啊啦。就讲了好啦，就讲我是来解释一下，我是认为讲。志明。吃饭卖配话，你是要何志文还佮韵如拍相吗？嘛对，来吃饭啊！是讲大嫂，你是不是无希望我佮志文来？当然无啊！要若无拄只大兄要讲话的时阵，你来叫伊卖讲。志明看到恁来，就等恁做伙吃饭，最后表示讲大家是一家人。是咪那是会当了解，话那有需要讲遐尼济，而且有当阵话是愈讲愈袂清楚的。那呢，大嫂你咧？我安怎？你敢有甲我甲志文当作是厝内边的人？当然嘛有。那呢，我着放心啊。因兄弟啊感情遮尼好，咱嘛爱赶紧做好姊妹。希望大嫂你会当照聘照行，甲阮当作是家己人。韵如，你刚刚说我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讲的意思啊！我希望大嫂讲会到做会到。什么叫做讲会到做会到？亚芳，你不是讲菜真好吃？别一直讲话，听见？大嫂，韵如的个性我就是安尼啦，比较阿直啦。啊，拄只过来时阵，我看到杨旺，伊个对杨旺吼大细声嘞，
你哦，莫放在心肝顶啦，吼。有诶，伫讲安尼真好啊，我嘛是有啥讲啥诶。希望咱以后会当变成姊妹。大家拢安尼讲啊，我就放心啊。